这怎么回事？嗯？谁呀？大周末的。你好，地球人，我是来自赛博坦星球的汽车人首领擎天柱。雕粉笔来证明我的实力，不会是谁在恶作剧吧？擎天柱就完成了，很简单，对吧？不会吧，又来？这是什么？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欢迎你加入汽车人阵营。变形金刚传世之战小程序。汽车人正与霸天虎进行激烈的战斗，每一位地球战士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。哟，还有抽奖，那就看我的欧气爆棚。行吧，获得了10个能量块。能量块至关重要，将决定阵营的成败。我做这些任务会得到报酬吗？当然，我们与霸天虎每7天会进行一场对战，获胜的阵营将有机会获得奖励。听起来不错，那就交给我吧。谢谢你的助力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今天的任务都完成了。喂，你还在吗？擎天柱，擎天柱。刚才是梦吗？最近应该是熬点夜了。这是我留给你的礼物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谢谢你，地球人。我收到了汽车人发来的秘密情报，12月将会举办变形金刚主题线下活动。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这2份机密文件，一起来猜猜活动的举办地点。也谢谢你，擎天柱。我是蟹叔叔，一个雕粉笔的手艺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